我好像梦见过类似的情景。梦见我了？嗯，梦里面你也像这样牵着我的手，那时候我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在一起了，所以做了很多关于你的梦。对不起啊，丁香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都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。嗯，那你怎么跟邢路飞师姐解释啊？关他屁事儿啊！他喜欢你啊！关我屁事儿！那我跟他关你屁事儿！周思月，你这是在敷衍我！哎呦，没想到你也会为了邢路飞这号人物紧张了。哎呦，没想到你也会为苏伯从这号人物紧张啊。我哪有紧张啊，怎么可能。哦，之前也不知道是谁，我跟他多说几句话就小心眼了。丁宪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如果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话，那么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所以以后的路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这么多年，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。如果我答应你了，那你以后可不能再放手了。我答应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的。